欢迎收看《活力成年事工健康多面体》这个网上平台。又是找到了 ,Let's go!Michael! 大家好，今天我介绍一套十巧手，大家一起做运动。首先双手向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最好呢就做二十下口。雙手向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，跟住呢個虎口撞個虎口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倒翻轉頭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手背對手背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倒翻轉頭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叉好啲手指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係咪一字喎？跟住夾住個手指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跟住，拳头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调转头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哇！大家做得好，拍手掌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多谢。大家好，圣经传道书嘅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咧，俾我哋有好嘅帮助。经文话：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，并且人人吃喝，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，这也是上帝的恩赐。所以圣经提醒我们，生命是有缺陷和有限制，我们不会永远忧愁毫无快乐的。相反，圣经指出两件事情，是我们可以和应该享受生活而得的快乐。他说终身喜乐行善，不是指到普通的善事，而是指到我们能够制造开心快乐享受生命，主动去追求美好快乐的生命。这两方面告诉我们，一人要享受吃喝快乐，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，意思就是我要享受我们辛劳而得来的工作的果效，包括我们努力赚取的金钱和我们所购买到的美食。而我们要留意就是上帝的恩赐，我们要为此而感恩向上帝，我们要为此而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单单有缺陷和限制，我们更加要知道在我们的痛苦当中，虽然满有眼泪感到困惑，但我们仍然要思想上帝的恩赐，为上帝而赐给我们的事情来感恩。正如雅各书，雅各对进信徒的提醒一样，他说在百般的试炼中，不要单单见到受苦，而要见到苦难带给我们的好处，以受苦为大喜乐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享受上帝赐给我们快乐的生命。我们同心祈祷。慈悲仁爱天父啊，再一次多谢你的心恩，因为你眷顾我们，以致到我们劳碌得来的我们可以去享受。求你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献上感恩，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出高声来赞颂你是每刻共耶，行每火闪闪星星确认你的印迹，神应许必会对
兑现最富裕，满足我的心扉，都只得有你，你赐下盼望和喜悦。还未告知所需，曾及早已预备，绝望里总及转机。沿路同在有你，使我不放弃，你赐下引导和真理，仍够信主应许，神灵必会预备，就让一生依靠主，最是美。今集的嘉宾呢，就是物理治疗师 Senior， 听下他教我们怎样去保护我们的腰颈。大家好，现在在疫症的期间，大家都是居家隔离，很多的朋友都告诉我们，他们的腰痛和颈痛都多了，可能呢因为由于他们在家里的时间多了，坐的时间长了，或者对着电视啊、电脑啊、手机啊，的固定的姿势维持了很久，也可能因为他在家的时候呢，做家务的次数都多了，或者个姿势可能都不是很正确的时候呢，这些都是引致到有颈痛和腰痛的加增的。那大家都听过呢，预防胜于治疗。那我希望以下呢，透过少少的分享呢，可以帮助大家怎样去避免或者预防不必要的颈痛和腰痛。首先呢，我们要了解呢，腰痛的成因很多时候都是大多数呢都跟我们的坐姿不良的有关的，跟我们的姿势不好有关的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了解我们一定要坐得好，坐得正。而我们的人体的结构的腰部呢，就是有一个弯位的，这个一个弯位就是一个凹入去的地方，英文就叫做 lordosis。 这个弯位是应该保持是这样，但很多时候呢，啲人呢就慢慢就个姿势不好呢，就坐咗落嚟㗎啦。咁如果你坐在一个冇承托嘅椅嘅话呢，你就要一直保持嘅腰系挺直，挺直，咁先至可以保持返嗰个弧度，向后向入去凹入去的弧度。但很多时候坐得耐的时候呢，个腰呢就慢慢无力啦，至于肌肉疲劳啦，佢慢慢呢，好多人都会慢慢 slouching 咗啦，就係同佢相反咗个弧度，就係个关位向外突出。咁有一样唔好嘅呢，就係咁样呢会令到你个软骨向后突，同埋刺激咗嗰啲嘅神经线，亦都係將嗰啲韌帶拉長，所以好多時候你會令致到腰痛。所以當你係咁嘅時候咧，你一定要改正翻，挺翻直條腰，維持翻嗰個腰嘅凹位嘅狀態，咁先至可以保持一個良好嘅姿勢。但好多時候我哋坐冇挨嘅背咧，好多時候肌肉好攰嘅。所以如果你要坐得耐嘅時候咧，就一定要揾一張好嘅椅嚟坐。而家呢張咧餐凳嘅椅嘅設計係唔錯，呢張咧就個背咧就比較高啲啦，同埋咧佢個椅嘅中間後個腰個地方係向前傾，可以啱啱承托到你腰嘅凹嘅位置。而家我哋坐上去，當你坐上去嘅時候咧，就盡量咧坐到貼近嗰張椅，貼近，唔好有空位。好多人鍾意呢坐下呢就咁樣全部射晒落去嘅，呢度有好大個空位，呢個係唔好嘅，所以你一定呢要坐到貼晒，同埋你個 hip 即係個髋關節同埋你 knee 嗰個膝關節呢要保持喺90度。有啲人呢係矮呢，所以好多時候坐呢就會掉腳，咁我提議呢，你就要放一張一個電話簿啊，或者一個 box 啊，咁樣將你隻腳擺上去，咁你先可以平放喺個地面嘅時候，就減低咗嗰個張力喺個腰嗰度㗎啦。咁呢個咧就一個良好嘅姿勢，或者更加好嘅話咧，我會提議咧你加埋一個嘅椅背椅字，呢個咧就係 Dr. Ho 嘅 Perfect Backrest。咁你咧就可以放喺個椅後面啦，
同埋因為佢係硬嘅，佢有個環度咧，可以啱啱係頂住你個腰嘅地方，就坐得好舒服啦。但如果你冇呢個嘅椅背咧，你可以用一啲代替品，就例如好似一啲 cushion 啦，可以 cushion 放個 cushion 喺個椅嘅後邊，墊住條腰，跟住咧你係咁樣坐，咁又可以幫助你維持嘅。又或者咧，你可以用一個嘅 roll 啊，呢個 roll， 但係咧呢個 roll 一定係要硬淨，要硬嘅，係啦。咁又係放喺個腰嘅凹位嘅地方，咁你就頂住佢嚟坐，咁你就可以維持一個良好嘅姿勢，可以坐好耐，亦都好舒服。而家咧就講到 sofa 啦，我屋企嘅 sofa 咧係我哋特登買到係適合我哋比較高大身型嘅。咁我哋都提議咧買選購家私嘅時候咧，你都要諗下買個椅咧最好係高背。高背點解可以承托埋你個頸，同埋咧依度係有啲突出嚟嘅地方，可以係支持到你個腰嘅彎位。咁而家我坐上去，係啦。咁我而家咧係完全嘅承托到嘅，唔單止我頸啦，我個腰啦，我只腳咧都係可以放曬喺個地下度。如果你令到你更加舒服啲咧，就係咧可以加埋依個嘅 backrest。放喺佢後邊，咁咪頂住條腰咧就更加好。但唯一唔好嘅咧，就係依度咧加咗個腰背嗰、那個椅背咧，佢會令到你個頸同埋後邊嗰個椅個承托係隔咗個距離。咁所以咧，我就會加嗰個 cushion 落去。咁咧，你就可以填補咗個空位啦。咁你就可以坐得好舒服。其實個原理咧，就係、是、要一定要依度有承托，唔會有空位，個腰裏面都係有得承托，唔會有空位。OK， 無論你放乜嘢，或者你放毛巾啊，或者放你個 roll 啊，個原理都係一樣，即係俾佢可以承托得到，咁你就好舒服啦。就算你 even 你好似去長程嘅坐飛機啊、長程車啊，你一定係要依啲地方頸同埋腰係一定要承托得好。咁咧，我發覺最近咧，好多人都上網啊，嚇睇誒做 Zoom meeting 啊，或者有時坐喺度睇電視啊。咁咧，嗰啲椅嘅牌咧，一定咧要對正，就唔好斜咗。或者你同你先生一齊上嘅時候，可能你就歪咗啦，你個人又會中前咗啊。咁你咧就會覺得唔舒服，同埋你係一個放一個 angle 嘅時候。咁所以咧，一定要提醒自己坐嘅時候咧，要對正，或者坐嘅時候有啲嘢頂住，因為依個姿勢係好緊要。咁另外咧，就我都係唔係好鼓勵好多人咧，佢都同啲孫玩咧，通常係坐喺個地下啊，或者係坐喺度啊，執好即係哇咁樣坐咧，哇執報紙啊，執好耐。有啲病人話俾我聽啦，我執完報紙之後咧，佢起身咧企唔到啊，條腰痛啊。咁我就係話你可以坐，但係如果你腰痛冇事，你可以咁坐，但係一定要唔可以固定好耐，要成日要更換個位置。有時你可以坐下係咁啦，你咁樣依個姿勢就好啲，因為你係腰係直嘅。頭先嗰個坐咧就會係 slouching 啊彎，或者咧 even 有時你同啲孫玩可以同佢趴喺度啊玩啊都得嚇。總之咧嗰、那個彎嗰個姿勢唔好維持好耐。或者你咧，你可以有時坐得耐攰啦，咁咪企起身。有一個動作幾好嘅，就係要向後做幾下咬腰嘅動作。一、二，係啦，一隻腳拉後邊，三，係啦，四，係啦，五，做五下咁樣，五至十下啦。咁你可以舒緩嗰個張力喺個嘅腰嗰度，同埋咧係將個軟骨係推翻向前，防止佢向後突嘅。咁呢啲都係我嘅小嘅提議。頭先我講到咧，為咗要防止有腰痛、頸痛咧，第一樣嘢就要坐得好，要 sit right。第二樣嘢咧就要 lift right， 就要拎得正確。好多時候我哋都要去搬嘢啊、抬嘢啊。咁而家以下咧，我就教大家點樣一個正確嘅姿勢去搬嘢。
咁咧，首先我哋要留意咧，我哋要搬嗰样物件嘅时候咧，我哋要尽量行近佢，同埋咧，我哋唔好话系侧住喺侧身啊。如果你系侧身去攞嘅时候咧，好多时候会系扭到你条腰啊 ，twist 咗条腰。所以咧，你就一定要去走到佢里面面对嗰样嘢，同埋咧只脚嘅时候咧要打开大约嘅30厘米啊，等于你个hip 嗰个宽度啦。咁你咧就打开只脚。一個 base 穩啲，咁然後咧你就要彎你個 hip 同個 knee， 即係你彎個大髀臼同埋個膝頭哥，然後咧盡量保持條腰直，然後咧就攞上嚟近住個心口嘅，挺埋心口嚇。咁如果你放低嘅時候咧，都一樣係要照翻呢個嘅 sequence， 又要彎你個膝頭哥，彎你個大髀，然後慢慢放翻低 ，OK， 盡量保持條腰直喎，個腰唔好彎。所以無論你攞重嘢或者攞好輕嘅嘢，就算去 pick up 一個筆啊，或者係都唔好就唔諗就咁樣去，唔好咁做，一定係要正確嘅姿勢，就係坐低你嘅膝頭哥同埋腰，保持條腰直。咁呢個先係一個防止你嘅腰痛嘅方法。同埋如果你發覺你搬重嘢咧，好重咧，你自己搬唔到咧，唔好自己嚟啦，揾幫手。对颈腰的护理呢，第一点我们要 sit right， 就是要坐得好啦。第二点呢，就要 lift right， 就是要拎得好啦。第三点呢，就要 work smart， 就是要工作得合宜。咁如果好多时候呢，我们如果你要工作呢，是长时间要对住个电脑或者 laptop 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留意个正確的姿势。你的台的高度啦，个电脑个 monitor 的高度啦，都要是要对你适合的。咁我哋咧，最好嘅方法就係你嘅眼咧係應該水平線嚇，咁就可以避免咧你個頭咧唔會向前彎，你個頭又唔會耷低。如果依個嘅咁嘅情況咧係比較低嘅，所以咧可以選擇一啲書本托高咗佢，咁你所以咧隻眼就可以直線咁望住嗰個熒光幕。同埋另外一樣嘢咧，就係你個膊頭咧又要放鬆，唔好縮高佢嘅。係啦，就可以安全咁樣好平放喺個台面度，手啊、罩啊咁，亦都係好舒服咁樣平放去做嘢嘅嚇。咁啊，另外咧，你留意我坐嘅姿勢咧，都係好要正確啦，要支持條腰啦，個腳又要放平啦。咁但係咧，我都提議大家咧，要忘記唔好做嘢做到唔記得咗，要一定要 take break， 防止嗰個固定嘅姿勢。譬如你可能做咗半個鐘啊，或者20分鐘至半個鐘啊，你嘅起身嚇離開個座位，係啦，離開個座位，咁咪做一下啲伸展嘅動作，譬如係喐下條頸啊，向前向後啊，咁同埋咧可以做一下啲咬腰嘅動作，係啦，咁咧依啲都可以舒緩咗你個頸同埋腰嗰個肌肉嘅緊張狀態嘅。咁另外一樣嘢啦，我都想提，好多時候咧，家庭主婦咧喺屋企咧都要做好多清潔工作啦。咁有一樣咧就係佢哋要抹地嘅時間啦。譬如好多時候咧，佢哋要抹地，佢就抹呢個地板，好多時候咧都會係彎住個身啊，係好長期。譬如有時啲好爛嘅污漬要捽啊，係咁彎啊，或者吸塵啊，都係一個原理。我哋盡量咧唔好避免係咁樣過長嘅時間，固定一個位置嚟去做。做下嘅時候咧，最好咧就係一隻腳前一隻腳後係咁樣，盡量保持條腰直，係啦。或者你冇辦法避免咧，又要咁樣，但係你有多時候要起翻身，咬翻去後邊，做翻個相反嘅動作，咁成條腰骨咧先至可以襟啲嘅，啊，咁咧就避免係固定咁樣係彎嘅動作做。有一點好重要嘅，想提醒大家，就係當你哋去睇手機嘅時候咧。我發覺好多人咧個姿勢係唔正確嘅，好多時候咧佢哋咧睇手機嘅時候咧，我彎咁樣望住好耐，固定喺個姿勢維持可能多過半個鐘啊。或者有啲人咧做 laptop 做嘢嘅時候咧，話明 laptop 佢梗係放喺佢個 lap 度啦，大髀嗰度啦，咁佢又係對住個 laptop 做好耐嘢，就係彎住咁樣做好耐。咁呢兩個嘅姿勢咧，都係對個頸、對個腰都係好唔好。佢一來咧會令到加增個勞損壓力喺個腰椎嗰、那個頸椎、腰椎嗰度，會令到啲肌肉係加快嘅勞損啦。
緊張啦。咁所以咧，我要如果係要工作好耐用 laptop 嘅時候咧，我就提議大家就一定要擺個 laptop 喺個台嗰度，好似頭先上一段影片我教點樣做嘢嘅姿勢。咁另外咧，有人都提問過話啊，有一啲叫做 standing table 喎、哦，嗰啲 standing table 係乜嘢用處呢？係有啲人咧，因為坐得耐咧，佢哋有腰痛咧，佢哋個腰負荷唔到。咁公司咧可能係提供你或者有一個 standing table 可以係企喺度工作嘅，代替你坐喺度。咁嗰個 standing table 咧嘅高度大約你嗰個腰嘅位置啦。咁同埋咧，佢係會斜斜地嘅上咗嚟。咁所以嗰啲電腦啊或者咩嘅放喺度嘅時候咧，佢就係等你嘅眼咧係水平線嘅，係防止你嘅頸啊向前傾或者向彎前，或者個腰係向前。但係咧個關鍵嚟講咧，所有固定嘅姿勢都唔好，所以咧長期企得耐咧又唔好，坐得耐又唔好，所以我成日要轉換下姿勢。企得耐咧就要坐下啦，坐得耐又要企下啦。咁同埋咧，你做咗大約坐十零二十分鐘到啦，你就可以企起身，向做下啲咬腰嘅動作，向後咬啊，依個係咬腰，做十下。咁或者咧，對個頸嚟講咧，做下啲向前向後嘅頸部運動啦，或者向左右擺動啦，同埋你喐下嗰個膊頭嘅啊，咁都可以舒緩嗰個壓力嘅。仲有另外一樣嘢，我想提嘅咧，就係好多人咧都好中意喺床嗰度睇書嘅。咁咧，我會示範一個唔正確嘅姿勢啦。好多人都中意咁樣睇嘅，啊，彎住條頸，攞本書咁樣望住。咁樣有咩唔好呢？就因為咧個頸呢度咧冇得承托，同埋個腰呢度咧都係彎住嘅。咁亦都係加增嗰個個韌帶嘅拉力。咁我如果要睇書嘅好嘅姿勢咧，我提議大家咧要擺一個枕頭，擺到貼住個牆。咁然後咧，你坐咧又係要坐住，個腰咧盡量貼直貼住，所以腰可以成趟挺直。咁然後咧，你又可以擺嗰啲枕頭喺你個大髀度啦。咁原因咧係想可以你個手可以成趟到啦，你可以。咁你跟住咧就可以攞住本書啦，啊，面對本書。咁你咧就可以隻眼咧可以係水平線咁望，咁所以咧你睇到咧而家嘅腰又承托住啦，係啦，個膊頭又有得承托住啦，啊，咁個頸又唔會向前彎啦，咁呢個先係一個良好嘅閱讀嘅姿勢。跟住我提醒大家咧，刷牙洗面嘅時候都要留意你嘅姿勢，千祈唔好咧唔好彎個身太耐。或者係做好耐喺度固定咗好耐，咁我提議咧，盡量保持條腰直嘅，就好似你刷牙咁樣啦。咁你咧可以用啲牙膏啦，刷好耐，咁你就維持可能兩三分鐘，咁你要盡量係挺直。當你去擰口嘅時候咧，你就彎一彎，然後嘟，咁跟住又起翻身。當你刷嘅時候咧，就要企直。OK， 咁另外咧，如果你腰痛咧，你可以就一就位，就係盡量彎低個身，盡量保持條腰直近啲去做。咁仲有另外一樣嘢咧，好多人咧好中意咧對住個鏡咧望好耐，因為要想睇下自己啲毛孔點樣。咁我唔鼓勵大家停留喺個姿勢太耐，或者可以選擇另一個方式咧，就係用一個比較近嘅方式，你對住個鏡啊可以睇啦。如果你冇個側邊嘅鏡咧，可以用一啲手鏡嚟去望。咁你就減少咗嗰個拉長個頸項噶。好多人因為沖完涼咧，要處理點樣去清潔個浴缸。咁咧我就留意咧，大家又係唔好要長期咁樣彎住條腰去清潔，盡量可以避免咧就係可以跪喺度啦。咁你條腰咧就可以保持挺直。咁同埋咧，你可以用個花灑啦，用個手咁樣去擦。但擦一陣咧，你就要企起翻身，盡量休息下條腰。然後可以重複，盡量避免係過長彎低個腰。可以嘅話咧，就係盡量可以挺直翻。咁呢個亦都可以減少個腰嘅勞損嘅。我哋頭先記得咧，我哋話要坐得好啦，亦都要拎得好啦，搬嘢嘅時候要好嘅姿勢啦，仲要我哋工作嘅時候咧，我哋需要都維持一個正確嘅姿勢嘅。咁而家跟住呢一點咧，我而家分享到咧，就係要睡得好。Sleep well，
睡眠咧对我哋整体嘅健康系好重要嘅。你嘅身体咧系需要一个好嘅睡眠先至可以休养生息。一个好嘅睡眠咧系包括你睡得好咧，要包括有好嘅床褥同埋好嘅枕头。咁点解好嘅床褥同埋枕头系会帮助咧？就因为佢可以帮助你承托到你个脊骨，同埋一个维持一个良好嘅排列嘅状态，一个 good alignment。咁啊，床褥嘅选择咧，你系需要选择一啲较硬度嘅 firm 嘅啊，或者一啲嘅中度嘅或者系密度高啲嘅乳胶咧，都系比较适合。因为嗰个硬嘅床褥咧，就可以承托到你成身嘅压力。唔会容许咧，如果淋嘅时候咧，唔会容许嗰啲压力系集中喺你个腰部最脆弱嘅地方。咁我哋或者检查一下嗰个床褥嘅点样啦。我哋可以检查一下，将佢拎高嘅时候咧，你睇到下边系咩嘢？下边咧系一块板咧就 OK 啦，或者系一块块嘅间条，或者系 box spring。但系如果你发觉下边系一个个咁嘅弹弓咧，咁就唔好啦，因为嗰啲弹弓系会软啊，佢就会成落嚟，你瞓落嚟嘅时候咧，就会成个人堕咗落去噶。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咧，你可能需要喺你个床褥下边加一块板去增加佢嘅硬度。咁如果你发觉密度好高嗰啲嘅床褥咧，好硬，你发好唔习惯咧，你可以加一块即系 padding 啊，或者加一块嘅 comforter， 可以增加佢嘅柔软度，咁俾你容易更加适应。另外咧，如果你有腰痛，又發覺張床好軟，你又趕唔切去換一張嘅新嘅床褥，我提議咧，你可以將張床褥攞落嚟放喺地下嚟瞓，因為個地下夠硬，所以亦都係加增咗個床嘅硬度，對你嘅腰骨係有幫助。咁另外咧，床枕頭嘅方面咧，我哋都係提議你用一啲 firm 嘅硬啲嘅枕頭，有多时候太远嘅时候咧，佢个承托力唔够。好多时候我哋去旅行咧，你会发觉去酒店嘅时候咧，嗰啲枕头一个咧就好太远。如果要用两个咧，又会太高屈住你条颈。咁好多时候咧，我都会选择将我啲褛啊接起佢，或者放一两条毛巾放喺个枕头下面咧，就可以加增佢个硬度，咁就会加增佢嘅承托力。咁其實咧，我都會提議選擇一啲嘅 contour pillow， 即係有高有低，好似我依個咁樣。咁佢咧就一邊係高啲嘅，一邊係低啲嘅。低嗰邊咧就係俾你係平瞓嘅平睡，高嗰邊咧就係俾你打側睡嘅。啊，個側睡個膊頭嘅寬度咧就應該等於你個膊頭嘅寬度打側。咁以至你瞓嘅時候咧，頸同埋個身咧係成一個直線嘅。咁讲到瞓觉嘅姿势咧，乜嘢系最好咧？我就主张咧，瞓觉咧系打侧瞓系最好啲嘅。打侧瞓咯，嗱，我呢个枕头咧就可以啱啱承托晒我个颈部，呢度完全冇空位嘅吓。侧瞓嘅时候，如果你中意嘅时候咧，都可以。如果有腰痛咧，可以将个枕头摄住喺个大髀里边，都可以舒缓下个腰部嘅压力嘅。咁另外呢，如果有啲人呢瞓瞓下半夜三更佢会好痛呢，个腰有时有腰痛嘅时候呢，我可以提议呢，你可以攞条大毛巾将佢卷埋。咁样呢就箍住个身。或者你可以用个扣针啊扣住呢度，咁你就可以瞓喺度。打平瞓呢，咁嗰个毛巾呢就可以承托到你个腰。或者你打側瞓嘅時候咧，都有啲嘢承托到佢個腰嘅部分嘅，咁對腰痛嚟講咧，可能會有舒緩嘅作用。咁同埋咧，我會講朝頭早起身咧，就切忌做一啲彎腰嘅動作。好多人咧以為咁樣做咧係會當彎腰，其實係會拉到你個後邊嗰條筋，係會拉鬆個筋。但係咧，我唔主張你朝頭早切忌做呢個彎腰動作，因為朝頭早嗰個軟骨係最漲水嘅。你重複咁做咧，會令到嗰啲軟骨向後移位，會令到佢加速退化。咁所以咧，我千祈唔好係朝頭早做，或者你晏晝啊，等嗰啲水收咗嘅啲時候咧，你可以偶爾做一下，但係你一定要做多啲拗腰嘅動作，
这个咬腰的动作才是对个腰骨和个软骨是有帮助，是将它移正回校正回去的位置的。这个也是防止腰痛的成因的。这个环节是教大家做一些腰颈的运动，適當的運動可以幫助你關節舒展和增強那個肌肉的。首先我們做腰部的運動先。首先你就要瞓平在地上，隻腳的膝頭哥是彎90度。第一個動作就是將膝頭哥拍埋，然後兩隻腳放去另外一邊，手就要放在兩邊，好像大字型那樣。目的是想固定那個手的，固定個膊頭。然后就将它放在中间，然后就向右边的。是啦。这个动作可以拉松的侧边腰侧边的肌肉。然后来回中间，然后去拉又去拉去另外一边啦。这边呢就扯去这边。每一边呢你在大约是 hold 停留是10秒。然后去中间另是另外一边啦。OK，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。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放回隻手来啦，咁然后呢就将个这个动作呢是拉过个腰的后面的。咁首先呢就将个右边的膝头哥拉上去心口，有咁高拉咁高，然后到尾呢用隻手去向将个膝头哥向下压，尽量是你觉得有一种的拉力在个背肌后面的。大约 hold 大约是10秒啦，然后放回低。重复的动作可以做在另外一隻脚嗰度，又是左脚向上拉埋心口，用隻手向下壓，然後 hold 住20秒。如果你覺得咧，去到有啲人覺得痛咧，有腰痛咧，就唔好夾硬啦，去到痛嗰度咧就要停啦。Okay. 第三個動作咧就叫做 pelvic tilt 啦。咁呢個動作咧係要嚟加強個下腹肌啦，同埋個肚個臀部嘅肌肉嘅。將隻手咧，首先咧將隻手放喺個腰部嘅下邊。你瞓喺度平瞓嘅時候，你要發覺有一個空位㗎，個腰同個地下中間，就將隻手放喺嗰個填補嗰個空間。首先咧，就將要個縮埋個下腹肌，縮埋個下腹肌，然後咧兩邊嘅臀部肌肉都收緊，縮埋。然後咧個動作就係將個腰部咧向下壓，壓落隻手度，直至到你嘅手覺得有壓力喺嗰度。大約 hold 住佢十秒、五秒，然後放翻低。再重複一次嚇。將個下肚肌縮埋，將個臀部嘅肌肉又係收縮，然後將個腰部咧壓落去個手嗰度邊 ，hold 住，係啦，大約 hold 五秒，然後放翻低。你會覺得咧放鬆嘅時候，你個盤骨係跌翻落嚟嘅。呢個係第三個動作，第四個動作咧就趴轉啦，係啦。嗱，呢個動作係好有幫助㗎。如果有腰痛嘅時候咧，我都鼓勵你可以做呢個動作，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都係成日彎住啦。咁所以呢個動作咧就向後咬翻條腰向後，可以將個軟骨咧去推翻向前嘅。咁首先咧將隻手咧放喺個心口嘅側邊，然後咧就將個手提高，盡量 extend 個 tricep， 用個手肌嘅嚇。但係留意咧，你而家回復翻咗嗰個彎位啦，呢度個背嗰度有個彎位。但是呢就記住呢佢個肚肌同埋個 pat pat 呢一定要停留喺個地面地下嗰度，唔好趌起上嚟。同埋隻手要伸直。呢個動作呢 hold 大約10秒。然後放返低。係啦。我就鼓勵呢，如果有腰痛嘅人呢，可以呢每兩個鐘頭做10下。係啦，伸直隻手，然後 hold 住10秒。1、2、3一路咁數落去啦。咁可以係每兩個鐘做10下 ，OK。頭先所做嗰啲動作咧，係大約每個動作做10下，每一日做3次。跟住咧，我會教大家做一啲嘅拉筋嘅動作，係啦，又係平睡先啦。首先第一個動作咧，就係拉嗰個大髀嘅後邊嘅肌肉。咁我哋可以需要一條嘅帶啦，好似拉行李嗰啲綁，但係唔係橡筋嘅，係硬嘅嚇。咁啊放喺個腳嘅下邊啦，然後咧將佢拉，係啦，將佢伸直。呢個膝頭哥要保持直，呢度咧個嘅 ankle 個臼咧係要90度。咁而咧你要 feel 到有一個力咧係拉直呢個 hamstring 嘅。咁但係呢個拉筋嘅時候咧，可以越拉長越好，越耐越好，係大約20秒，然後放翻低。
咁你可以重複做十下啦，跟住你就轉腳啦，就做另外一隻腳啦，係啦。你留意個膝頭哥要挺直，同埋呢度係要90度，呢度係拉呢度啦。OK， 呢個係 hamstring 嘅 stretching。第二個組嘅肌肉咧就係大髀嘅前方嘅肌肉啦。咁首先咧要瞓打側瞓，係啦，打側瞓個腰同埋嗰個腳係直啦。咁原來咧，如果手長咧，你可以將隻手咧放喺你個ankle 嘅臼嘅上邊，然後咧就向後拉啦。咁你會感覺得到咧，你係拉緊呢個前方嘅肌肉嘅個 hip flexor 同埋個 quadriceps。OK， hold 住大約20秒，然後放翻低。呢個動作可以重複係另外一隻腳。咁但係有時有啲人嘅手係短啲咧，佢做唔到咧，你可以又係借助呢個嘅帶啦，可以擺喺個腳嗰度啦。然後又是这样拉了，是了 OK， 拉它，你要留意到这里本来是直线，但是拉到向后的，这里是拉紧前面的， hold 住它20秒，然后放低，这组肌肉又可以重复10下啦。 OK， 跟着呢打平分了，第三个动作，这个呢动作是拉你的臀部的肌肉的，那呢首先你瞓平一点， OK， 好了。咁首先咧，如果你想拉左邊嘅臀臀部肌肉咧，首先你將你左腳放喺右邊嘅膝頭哥，然後咧就將右邊只腳咧拉埋上心口，用隻手幫一幫佢，係啦，拉埋個心口。咁你而家就拉緊嘅左邊嘅臀部嘅肌肉啦。咁又係 hold 20秒，然後放翻低 ，OK， 又重複做另外一隻腳啦，係啦，將隻右腳放喺左邊膝頭哥，然後拉埋去心口嗰度。呢啲動作所有的動作不應該有痛的，去到痛那裡你就停了。 OK OK， 還有一個最第四個拉筋的動作是拉你側邊的大腿的肌肉的。如果你想拉左邊的大腿，你首先將右腳放在左邊的膝頭哥，然後就將隻手又是打平，是的，然後拉這個就是拉側邊的肌肉的，又是 hold 20秒，然後回到中間還原，然後轉腳拉另外一隻腳啦，係啦，又係 hold 20秒 ，OK。咁所有嘅動作咧，都係每個動作做10下，然後每一次 hold 咧就 hold 20下，然後每日做3次。跟住咧係落嚟，我就教大家做一啲嘅頸部運動嘅。咁好多時候咧，我哋坐喺個電腦啊，或者係固定嘅姿勢耐咗嘅時候咧，我哋不自覺咧將條頸係縮咗去前邊。而個動作咧係改善你嘅姿勢嘅。咁首先咧，係啦，我哋唔好嘅姿勢咧，好多時候真係向咗前傾嘅。咁我哋首先咧就要將個下巴咧縮翻佢入去，嚇 hold 住佢，然後咧數10秒，然後放翻鬆。首先有一個不好的姿勢，就向前傾的時候呢，就將個合牌縮返佢入去， hold 住佢數十下，放返鬆。呢個動作呢好多時候你隨時都可以做到嘅。OK， 跟住呢就另外一個動作呢係左右轉動嘅。咁首先呢就係將個合牌呢縮入去先啦，然後呢將個頸轉去左邊，盡量有咁多轉咁多，你要睇到嘅呢去睇到個膊頭嘅尖尖嘅。但如果有些人的膊頭個頸是很緊的時候，可能需要自己一些幫手啦。所以首先你就要將隻手放在左邊的下巴下面，然後就另外一隻右手就放在後尾枕，然後就好像一個托的原理將它扯啦， hold 住它大約5秒，放回低，重複轉去右邊縮入去先，然後轉去右邊，到尾的時候用隻係啦，左手，然後咧右手，左手放喺個後尾枕，然後向後拉啦。跟住咧就係頸向側嘅動作。咁首先咧就將嗰個右隻耳仔咧，首先咧將隻左手放喺個背後邊啦，然後咧將隻右耳咧放喺個右邊個膊頭。如果你將佢加強佢拉咧，就將佢壓落去，左手放右手放喺個左耳嗰度。大約 hold 佢10秒，然後咧又可以轉手啦，係啦，重複嘅係做喺另外一邊。OK， 下一個動作咧就係
將條頸係向後咬嘅，係啦。首先咧就係將個合下縮佢後邊先啦，然後咧就將個頸向後傾，向後傾，傾到去到痛嗰度咧就停啦。然後咧將你嘅左右咁嘅擺動，有少少個 oscillation， 大約係輕微嘅擺動，大約四分一寸到啦。大約係轉十下，然後放翻低。再重複一次，縮佢後邊，然後向後，係啦，然後咧左右擺動，唔好擺得太多，係咁 oscillate 搖動下佢十下就得㗎啦。然後放翻，呢、这個動作係特別好嘅。當你好多時候喺個台前做嘢，彎住個頭彎得耐，或者睇你嘅 iPad、睇你嘅手機啊，耷低頭係好耐嘅時候咧，呢、这個動作係好有幫助嘅。佢係將你個軟骨係向後傾前嘅。咁另外咧，就教大家做一啲嘅膊頭嘅動作啦。好多時候我哋做嘢嘅姿勢固定咗，或者我哋都向前傾嘅時候咧，個膊頭自動就向咗前面啦。咁呢個動作咧係將佢解翻嘅，向翻後。咁首先咧就係縮高個膊頭，然後向後咬，有咁厚得咬咁厚，做一個旋轉嘅動作，有咁厚拉咁厚，係啊，縮高，然後向後咬，重複咁樣做，大約做十下。以上所有五個嘅動作咧，就每個動作做十下，一日做三次。哇，真係好啦 ，Senior， 唔該曬你啊！咁啊，希望啲腰酸背痛咧，真係以後都遠離我啦。咁咧啊，而家個科技咧就進步得好快，好快，連 USB 啊都話要講求速度喎。咁但係啲速度可以有幾快咧？下一集話你知啊！咁啊，歡迎大家即係節目之後咧，都打電話嚟我哋嘅關顧熱線，我哋嘅電話係416-754-3308，內線780，又或者喺以下嘅時段打電話嚟我哋嘅關顧熱線，我哋都有專人去接聽你嘅電話。咁啊，亦都好希望能夠為你祈禱嘅。咁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